把你看的给老领导上抄着个手，领导有啥指示？你儿回来了，高兴不高兴？高兴，啊，俺那笑脸已经说明了一切。这是来自广东深圳的，这到底是不是白切鸡？寿司鸡。你感觉俺那现在享福了没？不要有人给他去做，就享福。他不缺那东西，他就是缺人陪着。爸，那你这一次好好陪俺的。啊？要出去走走，在这待着憋不难受。这就是刚才俺爹死了鸡。我心心念念了一年的手撕鸡，这是我爸当时从深圳给我带过来的，这是他的料，他这个鸡是没有味儿的，你要给他撕完了，然后把这些料撒上，自己去拌。啥时候来了没有？嗯，他没有确定，他就说你也吃吧，别整我了，就这样。太好吃了，好久不见，俺家的女神回来了，我女儿头发长得好快啊！你找我干啥？你抱抱她、啊。对呀、啊，给你抱抱啊！哇哦，我操！今天怎么没有见小妞了？我跟你说呀、啊，爸，你面子真光。嗯、啊。你看你一回来，她都回来了，俺那一年多都没见她了。那有点夸张。那也不是这样。过年时候没见我，我赶上小学了。你个没良心的、啊、你。他咋没良心？都没良心，他是咱家最没良心的。谁说的、啊？我叫他不是来了吗？那你今天是个好日子，爸应该买个二锅头，你给妞妞碰个杯。叫个二锅头来，那给我碰个杯啊！给你碰啊！今天我们聚的也算齐了，齐、啊、了。珊珊在搬家，一会儿过来，就差我大铁了。嗯、这寿司鸡真是重量级，今天的重量级。珊珊，郑重介绍一下，俺家长得像吴彦祖的弟弟，咋不像吴彦祖了？他现在不像吴彦祖，现在马云。你这是夸他了还是损他了？我感觉是损他了。那坐着吃吧。去哪里吧？去哪个中？去洛阳也行。走不动是洛阳。肉，好吃不？吃个饭也排，啥都排，这人以为这是。这爸赚钱都是没这容易，干啥都得排。然后那吃个饭把钱都赚了，这确实不像话，我告诉你啊。吃个饭把钱赚了，然后都没好好吃剩饭，好不好？是吧？是。饭都没吃好，就为了工作。咦，你看的。男生是不是要给看妞妞多好看，妞妞的脸长得比较大气似的，不像咱前几年看着有点小孩的样子。妞妞现在确实大气，脸比以前又长了一公分。我都说了不是个东西的。爸，你没有觉得我有啥进步吗？再不夸夸我。嗯，你今天回来打扮打扮，一看眼前一亮。哎，你这头发也变好看了。夸夸你，嗯，那个动作，爸，你吃过吧？我吃过。我一看都好吃。你准备吃什么？我来吧。以茶代酒哈，驴子茶代酒。来。吃。来了，看来多可怜，没人给他碰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欢迎。欢迎俺爸回来。早晨，还有牛吗？还有珊珊，这少见了人。对呀。对啊。我还少见。珊珊还。你早上少见啊？我哪少见？啊。